其实今年应该是会有其他的东西在安排，所以今年可能就不会有公开的活动。那刚好趁着今天这样的机会，我觉得我蛮开心的，因为其实基本上我的歌迷都有在，然后还有一些喜欢我的朋友，那我觉得至少是第一个蛋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谢谢吴婷的用心，也谢谢我歌迷他们对我的关心。那我今年的生日我会好好的过，然后希望明年的工作会更多，带给大家更好的工作。我也很开心，你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我就跟你过了。哦耶，也希望你接下来要去北京，对不对？零下。对，我现在开始在担心，因为多两天我会飞一趟北京，然后北京听说是零下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蛮惨的。不会，你会带着我们满满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对，跟大家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。让我们全体一起高喊祝栋梁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开始啦！一、二、三，祝栋梁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也要谢谢 Linda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呢，先请栋梁再次去后面休息一下。然后马上呢，就会在这个 Linda 的 booth， 栋梁就会跟大家有这个近距离的这个接触，然后为大家签这个产品，还有海报，赶快去用那边。